今天请两位来呢，是我遇上难事了，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。曹站长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呀，谁敢惹曹站长您？啊？是啊，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，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！你们是不敢。 但有人敢，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！您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带着七十九团的兄弟去收拾他。说得好，好！我马大炮呢，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。说白了，我不太看好侦缉队。 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，我是毫不含糊的。曹站长，听说有人惹了你，你告诉我他是谁？我马上灭了他九族。共产党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没抓着共产党，生气了是吧？哼！哎呀，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。 我给他开导你几句，跟共产党斗，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。27年4月，国共决裂，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，可你看今天啊，在闽西赣南，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。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，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搞失败了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是针对两位，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。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，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，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。 曹站长，有句古话，亡羊补牢。你只要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说，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，都会积极配合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曹站长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很好，马团长，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，集中规部所有的优势力量，什么都别干。 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。好，我会去办的。曹站长，我也表个态，县政府能力不够，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，听您的调遣。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，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。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，也要满足党务之急。是。 要满足曹站长，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，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。不是，曹站长，小县财力有限，现在就捉襟见肘的，这弄两艘快艇，这得多少钱？除了快艇，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，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 哎呀，曹站长啊，先置办快艇，再经办民团，这小县的财政，它周转不过来呀。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？剿共，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。
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。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，最好考虑一下后果。 这可是刚买的，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。哦，你看这速度啊！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，它还能跑得掉吗？那一定是跑不掉的。哎呀，这船买的好啊！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。你是踏实了。 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前面的船立即靠岸，接受检查。嘿嘿嘿，黑队长，你亲自带队巡逻啊！辛苦辛苦。检查。哎，这是我们包的船。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。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。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。我搜的是你的船，不是你的民团。黑队长，您又不是不知道我，一跑汀江就十几年，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站着别动。 不可能动，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？走走，搜吧。哎，留神，留神，留神。这船我常包。曹瑞英这出戏啊，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，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。山下去点水。 大伙儿有什么想法都说说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只要他有来权，我就有回掌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敌人有了巡逻艇，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，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。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。说来听听。一拖三。什么叫一拖三？什么叫一拖三啊？ 就是以后，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，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。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，三条船要交叉掩护，掩护头船撤离，这也就是一拖三。实施这个办法的话，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。没问题，注意纪律就行。明白，武装班杨哥遵守纪律。 是吧？哎，有什么话要说的？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，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启用几个交通站，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，在永定和上杭锦里还有几个小站，比如说赤寨村、上杭溪口、碧霞村等等，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。我相信。 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，可以起到作用，多一条线，多一份安全嘛。我想法，我跟上级汇报一下。哎，凌霄，哎，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，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，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。今后多宝坑的线路，有可能是重中之重，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。放心吧，站长，我跟我阿妈呀，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。 好，同志们还要赶山路，今天散会吧。行，走了。你留下。
你还好吗？哥，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？我那倒没有。你放心，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。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。另外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、要求，你都跟我说。谢谢。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，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，就像那盏拨空灯一样，永远都不会熄灭。叔宝，哎，来人了。谁来了？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。好，我去见他。哎，叔宝，等等，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，大哥正跟他商量呢，想让你晚一天再走。为什么晚一天啊？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，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？让老二过完头七，明天就去，行不行？阿哥，你先等一下嘛。不是，让我说完。如果着急的话，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。大哥，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。这位同志，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？周吴郑王的周啊，周什么？周成。你李交通员啊，是你啊，你没死呀？哎呀，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呀，要不是你，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，又见着你了。大哥啊，你认错人了，你说的那个李交通员是我哥，我俩是双胞胎，很多人都分不出来。你是寿科同志的弟弟。是，我叫李寿柱。寿柱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，他是我们交通线英雄楷模。你哥哥牺牲以后，你又干这个啊？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。临走前，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，硬把我留下了。他是想保护我。我哥牺牲之后，我就跟父母商量，我要接他的班，去参加革命。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，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。你要是愿意，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，叫我李交通。好，李交通。你等一下，李交通。刚才是我不对，真的不对。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，耽误大事儿。李交通叫你去了，你赶快去吧。大哥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，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。邹站长，你过完头七再走吧。寿柱同志，谢谢你的理解，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。
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，我天黑前就赶回来。放心，去吧。哎，叔叔同志，您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。哎，希诺，那个我……我知道。注意安全，等你回来。哎，你再仔细核查一遍，如果留下一处错，可就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呀。首长放心。嗯，怎么不长记性啊？啊，叫顺口了。掌柜的放心，我一定仔细核对，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。好，核对。掌柜的好。哎，掌柜的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？对，刚到的。今天嗯，好好做生意。哎，好的。是啊。好。小心脚下，来这边。首长同志，古木多其实我来过，只是没进过村。来过呀。哎，上面马上就到了。好。今天突然把你找来，是有一项重要任务，让你去完成。李掌柜，什么任务？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，啊，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，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。所以这次任务，非你莫属啊。那这次，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？不是白银大洋，比白银大洋重要百倍。希诺，啊，大哥，老二有事儿，不等他了。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。好，听大哥的。这是根据形势发展，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，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、接头暗号的约定，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。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，立刻全线停止输送。可见这份联络图，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！一个人的血脉不畅，会危及生命。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，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。叔伯，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，万一被敌人搜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？我把它藏在这。对呀。斗争越残酷，
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。出发前，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，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。叔宝，你能做到吗？掌柜的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叔宝，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。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。嫂子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叔宝还没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呸呸呸，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。叔宝肯定能回来，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。他说不等就不等了？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，说了就必须等，就是等到半夜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。眼睛再大一点，嘴唇，嘴唇再厚一点，鼻子再高一点，好的，哎，嘴唇，嘴唇这里再厚一点，鼻子再高一点，啊，眼睛再大一点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齐局先生，多劳了。赖副官，曹站长，来得正好。你看看，认识吗？叔宝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大哥，回来就好。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都摆齐了。摆好了，那开始吧。怎么样了？老板，照片已经洗好了。快艇已经到了码头，汕头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去到之后立刻排班印刷。是。睡了吗？没有。姑妈，我来是找希诺的，这两天您见过他吗？没见着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
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？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。你俩是兄妹，能有多大的误会啊？要不等希诺回来了，我告诉他你找过他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希诺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怎么醒了呀？是不是我吵着你了？没有。来来，先把衣服披上。我刚才梦见你。梦见什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心慌。没事没事，我在呢啊，别怕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希诺，我可能。天一亮就得走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。你去哪儿啊？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我能答应你，在春宝三期之前，我一定赶回博宫，好吗？你去这么久啊？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？你不能跟我一起去，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。再说了，你身子骨这么弱，经不起折腾的。还有啊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。有什么要做的，指引老四，实在不行找大哥。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，找大嫂。啊，答应我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吗？嗯，那你先忙着，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。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，嗯，有没有说去哪儿？我问了，他没跟我说。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。大哥大嫂，我想，你想什么跟我们说？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。希诺呀，我刚跟你说完，他是去执行任务，肯定不行。我知道。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，就是放不下心来。我要是跟他一起去，互相还能有个照应。那怎么行啊？你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跟他去啊？阿嫂，我自己心里有数的。哎，老二，希诺，你准备点吃的，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？哎呀，行行行，没事。哎。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。老二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。嗯、好。希诺、哎，大嫂，你辛苦一下，我去收拾东西啊。别胡闹。哟。老二啊，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？我理解。可是呢，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到哪儿去啊？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。
告诉不了他们，那你告诉阿哥，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。那当然，大哥。您不问，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。我这次啊，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，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。我们这个交通站啊，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。放心，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。希诺一会儿啊，可能要跟着你走。那怎么可能嘛？他之前已经答应我。叔宝，我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呦，希诺，你这不是胡闹呢吗？我从来不胡闹。大哥，你替我说两句吧。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咱这做主，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。不是，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，让他跟你一块儿去，路上有个照应。哎，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？他这是去执行任务，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。你别啰嗦。就是大嫂，希诺，你听话啊，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？那我在大埔等你，不也一样吗？大埔。对呀，我在大埔的县城茶阳等你，正好去我姑妈家，你就去忙你的。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。哎，我听明白了。哎，这不是顺道的事吗？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啊。哎，这倒是不是不可以。这行吧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好，那我去收拾吃的。来来来。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。您放心吧，这次我去啊，不带一纸一字，不会出什么危险的。老板都印好了。好，辛苦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谢老板。叔宝，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？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，永远点在心里，怎么又会熄灭呢？我明白了，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。没错。哎，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？都记在心里了。本来呢，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，想了想，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。对，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，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。清晰的走了，清晰的走了，是吧？去清晰吧，上船就走。清晰的走了，清晰的啊，清晰的走了，清晰的，清晰的，哎，清晰的，大爷，去清晰吧，上船就走。加油！
看到了一个朋友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哎呀，这趟过来有任务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把任务交给我，然后带着你媳妇儿马上掉头回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已经进不了岔崖了。别回头。就算我被抓，但是我这次任务每单一掷一次都在我脑子里面，不可能转交给你的。你还没听明白吗？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，一进茶阳你就会被抓了。哥，就算我被抓，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。如果说我失败了，你赶紧到永定公墓重新接受任务。叔啊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命令你，要么把任务交给我，要么带着你媳妇儿马上掉头回去。可我走过这条路，我可以闯关成功的。哎，大爷跟我走吧。啊，哎呀，哎，算了，这生意我不做了啊。哎，二位大哥，是不是坐船啊？我船就在那儿，跟我走。什么船？执行公务呢。你看一眼呗，我那船可好了。哎，那个转过来。哎，这人我认识。真认识？见过吗？对面那边那个吗？见过吗？这不就那谁就在那儿了吗？在哪儿呢？带我去看。走着。那我不能带你。走。哎，走。不是，他就在那儿，你自己找不就完？走，就是那儿。不是，我给你指方向，就在那块儿。怎么了？别问了，赶紧走。娘，对不起，张宝龙逮着他了，不是跑不了了，走。不是，你办事儿，这个你办什么了？是他吗？是的，您看看，这不是他是谁呀？别，是不是你？这哪是我？这哪是我呀，秦哥？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，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？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。西诺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整个长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，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。不行，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别问了，快走。对不住二位大哥，我真看错了，这不是他，这是那二小子。看准了？看准了。带我找他去。找不了。为什么？死八年了。你俩耍我呢吧？没狂犬病四八年，我给抬的棺吗？我埋土，我刨的坑，我查的坟，我立的碑。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，他爹我二大爷。好了，有病！什么情况啊，熊哥？兄弟，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，必须把他给我接住。谁呀？会不会走别的路了？不可能，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，再通道。
清溪，清溪啊！清溪上船就走了。清溪走不走啊？往清溪去了啊！你好久没来了，姑妈都想你了。我也想姑妈了，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？嗯，那就打扰姑妈了。那好，你们喝水，姑妈买菜去。嗯，好，好。麻烦您了，姑妈。不客气。书包，你不能去。我必须去冒这个险。你听我说，行吗？好，好，你先说。你看，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，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。你现在出去，只有一个结果。无论什么结果，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？再说了，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，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。